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各位菩萨，大家平安吉祥，阿弥陀佛。我们上次在讲菩萨摩诃萨要欲以一切种之一切法，当行般若波罗蜜，所以我们就是以一切的智慧门来入一切种，来观一切法。一切种就是种种的观门，那这观门大概就分了三种。第一种是凡夫的三种观，就是在天上，还有第二种就是佛弟子的八种观，就是能够出离这个人世间的。那凡夫的观呢，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种，总是大家对现实生活不是很满意，要离开，要到好一点的地方去。那这个问题出在这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种修行的观法，到最后它还是只是楼上楼下走过来走过去，隔壁左右走过来走过去，大概就是这样子。他没有在轮回之外，他一直都是在轮回的。所以我们自己本身在这样的分别嫉妒之后，发觉到是怀疑，因为大家不认为说有圣道可以修，有佛果可以证，我自己一定可以有什么能力可以走到哪里去的。所以这种怀疑呢，就是让自己呢不能够去入圣道，让自己对佛的教法起怀疑，然后再觉得说我能够修吗？那变成这样子。所以这个怀疑呢，它除了是会造成我们在凡夫的这三种观来产生这个六道轮回，这个六道轮回它就是我们在人世间修行所得到的果报。我们在六道里面通通是在受报，但是只有人道有精进的修行能力跟思维能力，可以好好的朝修行这方面走，所以有这种造业的能力，其他道没有。苦的太苦了，没办法修行；快乐的太快乐，享受了，没办法修行。这是三种观法所得到的六道果报。那我们人来到这里，就要好好的把握。所以佛陀在人道修行成就，他就跟我们讲一些出世的方法来修行。那这个讲到这个佛弟子的八种观，上次我们讲到无常、苦、空、无我、如病、如疮、如见、入体、恼患这八种，就是八种苦呢，它就摄入到我们四圣地，叫苦集灭道。那苦集灭道呢，每一个都有四种形象，所以就变成十六形象。那我们也讲过这个观苦的四种，就是无常、苦、空、无我。因为一切都是因缘和合的，所以它不实在、不存在的，是因为我们的执着执持，所以感觉到有我。那我们如果把这个色法看破了，那名色就是受想行识也跟着就没有了，因为没有我了嘛，没有我这个受想行识也跟着没了。
所以佛陀教我们观这个苦集灭道是有这个原因的。那我们这个苦的集成因缘呢，它是什么因缘而生的？佛陀跟我们讲是从恩爱无明为本，然后长养各种的烦恼，让我们去造作恶业，它是这样子来的。所以在这个四圣谛里面，苦集这两个就是我们面对的现象界。现象界我们大家对生活环境不满意，对生活条件不满意，乃至对我的个人人生不满意，通通是没有办法的事。既然身为人，你现在的样子就是你以前所做的果报体，我们是在受报。我们未来要受到什么报，就我们自己从现在开始去努力。那我们作为人道，我们要知道这个轮回它要怎么样把它灭尽。因为刚讲的苦跟集，它是轮回的现象跟轮回的原因。那轮回从我们的心出来，刚刚有提到这个六道轮回，它是我们的果报，不管你在哪一道修行，就是果报。你升到畜生去，这就是果报；你在人道就是果报。在人道，好的坏的不一样，有钱没钱不一样，这些都是果报，都是以前修来的。所以这个轮回呢，这个原因呢，我们在讲是恩爱无明。那这个恩爱无明从哪边来？从我们知见来的。我们这个知见就是这个一念不绝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产生种种的知见。比如说简单一点的看法，我对现场的这些环境摆设很好，我说赞，这个好。我有我的看法，我的知见。我对现场这些环境摆设的不欢喜，我说不好，我讨厌，也是有我的知见。那这个现场的环境摆得好不好，不是我说了算，但是我既然说出来，就是有我，有了这个我之外，我就产生这种见解出来。那这个见解呢，我就朝着这种有违法去做，我就把这东西搬过来搬过去，这个拿去丢掉，这个拿去换掉，又搬新的进来，啊，这样子的慢慢转变。那我的心思都在想什么？有违法，我要怎么样让这个地方如我的意？我要怎么样来满足我在这里所要的物质？就像以前所讲过的一个金色的烟灰缸那个故事，就一个烟灰缸，就把一个茶几、沙发、装潢、房子通通换掉了。这件事情在世间上可能是正常的，每个人都要生活要过得好一点。可是你在生活上，你会发现你负债一大堆，有需要背负那些债务吗？这就是要思考的地方。所以我们在世俗上很多正常的道理，我们觉得那个是应该的，那会不会照着做？比如放假带他出去玩，放假不能在家休息吗？可能未必。平常上班车子很多，放假的时候车子更多，有上班的平常出来，没上班的平常也跟得出来，放假的时候也跟得出来，所以就变成街道上风景区就很挤，原因在这里，大家都在朝着你所要的，然后你的见解去做，那这个让你自己增加负担。所以我们这个轮回的原因就是有了这个见解之后，我们就会去思考这个有为，我怎么样去造作能够满我的意，然后就开始计划这样子。那再来就是说，对这个你有在想的事情，你会念念不忘，把它放在心里。那你不想的事情呢，你就不理它。那像你对这个你的心，
他就是很狭隘的、很单向的去注意某些事情。我就像那个碗里面给他放核桃，大颗大颗的核桃放下去满了，放不下去，可是还有小颗小颗的米可以放，米放完了之后还有什么？还有水可以放，水放完之后盐巴还可以融进去，就是这个道理。你的心如果狭隘的执着在一个地方，那个东西就是你接触的地方，也就是你的见所接触到的，它大概就成型在那边。你喜欢这个吃的，你就到那边去。就像有一个沙弥，他的寺庙，他很喜欢吃寺庙里面的一罐饼干。他死的时候啊，他竟然化身成为一只虫，在饼干盒里面，在那慢慢的享受吃饼干。这种事情也有，就是说你的见，然后再加上你的有为，再加上你的念念不忘，会造成你这个轮回。啊，这个轮回就是啊，你的果报，果报怎么来？你去修来的。当你认为说我们在修行，这才是修，这就是很狭隘的。今天为什么修行人比较少，没有修行人比较多？这是大家分出来的。其实大家都是在修行。今天有人在修，像那沙弥修的那只狗、那只虫子，也有的修了变成狗，有的修了变成猫，有的修到天上去，都是修来的。那我们这些人，我们人啊、天啊，这些都是果报体。那这样子的分别出来的，其实都是梦里面的，在想看看我到底要怎么样来做事情，结果都还是梦。那在梦中，你们要把它分别清楚呢，也没办法，还是梦。所以这个我们的真心、清净的心、如来的佛性，就随着外面的境界到处跑，已经不叫真心了，也不叫做佛性了，那叫什么？那叫妄想，它叫做理想。我们会慢慢的去做，然后一件一件的把它弄出来。这是我们在这个对于佛陀跟我们讲的四圣谛要怎么观，这个观苦的现象的无常、苦、空、无我，它的本质是苦的。观苦的原因，它是恩爱无明为根本的。观苦要怎么灭？它灭是什么情况？灭的是没有种种的烦恼。它没有灭之前，就是随着我们的自见，随着我们的思考，随着我们的细念，就是我们的见惑、思惑、尘沙惑，然后慢慢的去转，转出这个世界出来。那我们要走出去的话，就是说我们的真心佛性不能够再随着这个世间上的这种境界到处去走了，这样子不行。如果你随着这样去走的话，那你本身就是永远跟在人家后面，人家在前面走，他走得很开心，视野看得很广阔，你跟在后面就是头低低的跟着人家脚步走，一步一步走，人家怎么走你就怎么走，走多远你就走多远，走去哪你就走去哪，要以盲导盲，我们跟着盲人在走。那我们佛陀跟我们讲，我们在修行上我们要正精进，要正见，要种种的正，就是八正道里面通通是要正的，朝着那个圣道这方面去。如果不是再加一个正，我们来去朝着圣道方面去的话，那会变成什么？我们在这个修行上很努力的去修，修什么？修轻贪，修贪心。那这些对我们有用吗？没有用。可是这些是我们最常常在修的事情。所以刚刚有在讲到，不是只有修行人在修，是所有的人在修。
只是所有人在修的样子不一样。有的人他专精在科学方面的知识技能，有的专精在某些工艺技能，有的专精在艺术技能，种种的技能知识都有人专精，他们通通在修。差别在哪里？差别在这个整件，你有没有把在修的这个过程，把这个欲把它拿掉？你不要被欲望把你遮盖住了。当你被欲望遮盖住的时候，你所做的事情几乎是没有什么创作，会随着你过去的经验、看法，然后沿袭或是抄袭这样子而来，很难突破。很难突破，意思就是说你出不了轮回。今天这样做，明天这样做，后天这样做，你这样做，他这样做，我也这样做，大家都是这样做。啊，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正的这一方面，佛陀跟我们讲八正，它多了一个正，原因在这里。如果不多加一个正的话，我们修行呢，大家一样在修，但是差别在你有没有按照佛陀的啊。所以那个佛陀他在这个八正道里面，他第一个就是我们讲要讲的是正见，它是最基础的。那这个正见呢，基本上他对这个道德的分辨啊，就是善恶啦、啊、或是善根啦、啊、或者不善根啦、啊、或是十善业道或十不善业道，乃至我们的布施六度这些种种的波罗蜜，他来帮助我们去了解去做分别。那这就是佛陀所说的为人习坦，我们在这个世间上的真理哦，一定要照这样做才能够走出来。如果你不能够按照这个正见所说的，像刚刚所说的，你知道苦啊，苦胜地，苦即胜地，苦灭胜地啊，道胜地。你没有照这样去做的话，照这样去了解的话，那你在这个世间上很多事情你会很快乐很享受，乃至苦中作乐都有。哦，所以刚刚有谈到我们的苦跟乐是分别出来的。我们衣服多穿一点觉得热了，很不舒服，不舒服的时候把衣服脱下来凉快一点，很舒服，这都是比对的。当你在不同的环境，你会脱衣服，会穿衣服，这是比对出来的，也就是因为你环境的关系而相待。但是我们在这个对于这个正见这个看法，它不能够随着环境来做比对做看待，它是我们对于这个自心的认知。也就是说，我的正见，老实讲，我对这件事情怎么看，我要怎么用心，跟你没有关系，跟他也没有关系，跟我也没有关系，因为有我就有知见，有知见的话就跟正见协助。所以我们在这个正见这方面呢，我们会按照佛陀的说法，原因在这里。如果你按照自己的想法，那很多外道他们都是这样自己的想法，那看牛吃草食了升天了，就认为吃草会升天，所以就有吃草的外道。看到鸡食了升天了，鸡都一只公鸡一只脚站着，它也一只脚站在那边，它也等着要升天。那这种就变成一种外道，一种看法，他的心他随着外面境界，也就是说他不明心。那正见这件事情就是要让我们来做明心的一个基础。如果我们对佛陀所说的十善业道，就是不恶口，那不贪嗔痴啊，不恶口、邪语、妄语、两舌，还有杀盗淫，不做这些事情的话，基本上我们对于这个人世间上
把一些跟我们相互相障碍的缘把它排除掉，因为我们修行是必须要靠自己。为什么讲要靠自己？我们想想看，听佛陀说法，听法师说法，佛经看了20年、30年、50年，看不懂，不会修，你会认为这个老参值得尊敬吗？你会跟这个老参来讨论说什么修行吗？不太可能。也就是说，这个老参他可能就是像那个碗一样，装满了那个大颗的核桃。好了，我这个碗就只能装核桃，其他不装了，所以就是满了，装不下去了。他没办法装了，因为他只能装核桃，他只愿意装核桃。那我们在这个佛法的学习修行过程当中，我们看经论，听法师讲经，或是看佛陀的教法，如果说我们能够把我拿掉，这是一个重点。你不把我拿掉的话，你所听闻的都是我所，这个我所再把我包起来，所以你会更坚固了，他不会把你的我瓦解开了。因为听闻这件事情呢，它就是增加我们的知识见解。那佛陀把这个见解呢，它就分成三种了，一种叫邪见，一种叫有漏的正见，一种叫无漏的正见。那邪见呢，大概就是指说，指鹿为马啊，我们讲说这是一头鹿，但其实它是一匹马。但是因为我在这个地方，我有权势、有地位、有大威德，我这样讲，你们不敢反驳，啊，就这样讲，好了，讲久了，人家都知道我讲这是鹿，他们就知道我讲的是马，但是他们不讲出来，会变成这样子，那这种会变成邪见。那第二种呢，有漏的正见，这个有漏的正见就比较简单了。我们一般的家庭教育啦、学校教育啦、那个社会教育啦、同事啊、朋友之间互相的教育，只要不杀人放火了、不侵扰别人了、道德上、法律上允许的，这些都可以算有漏正见。就是说，他不伤害别人的、不侵损别人的，也不会让自己蒙蔽的，但是他不能够达到那个修行的究竟。在人世间做人，在人世间好好的来做，够了，这有漏正见。那无漏正见呢，它就变成说，我们要依照佛陀的听闻，第一个就要先把我拿下来。这个有漏正见它有我，但是这个我是世间上大家共同许可的，这世间真理也不能够把它推翻掉。今天由我在这边讲话，我是谁在这边讲话啊？这是一个世间真理，这不用推翻嘛。啊，这个也不是说很差劲的邪见，这只是在表达说这里有一个我在讲话，但是他这个是不究竟的。那这个无漏的这个正见呢，就是从这个十二缘起啊，当还有四圣谛啊。那37道品种种这些，来慢慢的一步一步把它建立起来。所以我们在修行学习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正见，我们不要把它当成说哦，它是很麻烦的，或是它可以让我们很快的来得到成就。我在这个《白玉经》里面呢，就有讲过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国王，他生了一个女儿，这公主很漂亮，他是想说怎么样可以让她快点的来长大。那这个国王在想，就赶快去找人来看看有谁可以帮忙，让我们这个公主可以快点长大。
结果就大臣去找了医生来了，那医生想，这哪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可以快点长大，所以他们就找一个医生来，那医生就跟他国王讲，我有药可以让他马上长大，可以长得很快，可是你要给我时间去炼药去找药。那国王说好，那你去找。那这个医生说，当然公主要带着去啊，因为炼药找药要带着他，所以这段时间就不能让他看到你，他也不会来见到国王。那国王说好，没关系，你赶快去。啊，这个人就把公主带了，然后带了一堆人啊，去远方去找药炼药。这样过了十二年之后啊，回来了，就跟国王讲，公主长大了，你看长得这么漂亮，这么庄严。那国王看得很高兴啊，那就赶快叫大臣来赏赐他，犒赏他，说这个等是名医良医，把我的女儿那个用药长得这么大。那大家呢也就笑笑的，能怎么样，那是国王没有智慧，他不想想说十二年过去了，这个小孩不长大那才是奇怪的事情。那世间上的人也是一样，要修行求道的时候去寻找善知识，那去寻找善知识的看到就说，我要拜你为师，你要让我赶快能够成就，最好我现在就能够马上成就的。那这个善知识这个老师呢，他听了只是笑笑，他也不跟他驳斥，就说好，你从现在开始通通听我的。啊，那个人就很老实，就通听善知识，他就开始教他打坐，观十二因缘，观四圣谛，八正道，然后去观呼吸，然后去修般若波罗蜜。这样呢，那个人呢证得阿罗汉了，很快哦，他证得阿罗汉了，可是时间多久经典没讲。那经典那白玉金讲这个故事，就是说我们对这个知见的建立，不是要寻求说我赶快要有什么样的方式让自己赶快成就，不要这样想。佛陀讲他是经过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是从他有了正见出离之后才开始算的，他过去生所那个修的苦行轮回什么都还不算，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在修行上这个知见懂不懂没有关系，通不通没有关系，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像我们平常参加法会诵经，我们就拿经典那里读，跟着师父念诵经，这样念念过去，老实讲记不了什么字词句，可是当中你要的句记到一个句子或者一个句子去思维，那不得了，因为一部经有几百个几千个句子，你就记得那一个，你就好好的思维，那是你的法缘。所以这个正见这个建立呢，不要认为说我花了时间他一定会成就，就好像刚刚讲的那五十年的老参读经读了五十年了，参加活期啦禅期啦种种的修行活动啊，三四十年过去了，没有什么消息嘛，问到他，哎呀，修行就是这样子的，不是修行，不是他这样子的，是他不会修行的。你要会用心的人，他修行的，他是很精进的，他不会像他这样修行就是这样子懒懒的，不会。所以这个正见这件事情呢，我们不要担心说时间的久长能不能够建立出来。正见这件事情能不能够建立出来，不是佛在决定的，不是你的师父在决定的，也不是你的老师在决定，也不是你的同伴决定，是你自己决定的。当你能够自己发心
把这个正见给建立出来的时候，你就会选择你是有漏的正见还是无漏的正见。当然你要排除掉那个邪见，你要是不排除掉这一些的话，那你的所谓正见就是还很久慢慢的建立起来。那像那个玄奘大师，他为了当场现场的问题出关去17、18年、19年才回来，回来一句话也没讲。这佛性有无是修了才有，还是有的不用，本来就有不用修的？这些事情他回来都不讲了。为什么？你只要有正见，这些都不是问题。没有正见才要在上面讨论说佛性修了才有，还是佛性是本来就有不用修了，然后在那边想本来就有不用修了，这个会不会换戒，他不守律仪，在想这些问题，这些都离正见还差很远。所以那个在大智度论里面呢，龙树菩萨他对正见讲得很清楚，不是佛菩萨帮你的，也不是经论帮你的，也不是你的老师帮你的，完全是靠你自己建立出来。你只要发心修学般若波罗蜜，你就能够建立出来，而且会很快。那这个快的速度，快的速度、慢的速度，就是要靠你自己。所以这是我们八生道第一个为什么要跟我们讲正见，原因在这里。那当你有了这个正见，你会去看到说有一些人生的不舒服了，就像前面所说的苦的现象，苦空无常无我这些现象的时候，你就会把它看成哦，它是好像一把刀插在我们身上，它是很不舒服的，而且时时刻刻它一直在，它不是说不在，它一直在哦，它一直在让我们痛苦，让我们烂掉皮肉，烂掉更加加深了痛苦。所以我们要做这方面的思维，那这个思维就是你在这个正见上面这个做基础，就有这个圣地、这个圣道这个观念了。那也在从这方面来观察，在这个经典里面有在讲啊，这个正思维啊，它有一个叫做没有嗔心的思维，没有害的思维，是这一种，就大概分这两种。你对人没有嗔心，你对物品没有伤害的意思，就是说没有这些细念，正思维是这样。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就符合我们那个须菩提他的无真三昧，他灭除嗔恨，然后他慈悯众生，护念众生。那我们要修空三昧就快了。所以这个正见跟这个正思维，它可以引导我们众生如理如实的来开展我们的智慧。如果我们的智慧不是以这个方式开展出来，听老师讲的，或是听法师讲的，或是听老参讲的，那是你自己看佛经，可能你是会记得，会去做，但我们这一方面呢，刚开始做都是先以模拟模仿，但是这模拟模仿在做的时候，比如说在做布施，我们是怎么个用心，这个就要靠我们自己。我们看人家做布施，我们也来做布施，这个有样学样，这是榜样。但是在做的当中，我们的心安立在哪里？所以这个正见跟正思维，就是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在听闻佛法之后啊，有一个心可以安立，然后可以好好的思维。那这个思维就会让我们对佛的知见产生更大的信心。那这个信心就是从哪里来？我们皈依佛，它是
是皈依他的内容是一切智跟五分法身，我们就有行门可以做了。不是皈依佛这一句话，我皈依佛就这样子而已，不止这样子，还有内容的。这内容是我们可以去内心去心行的，心的行的行动，就可以去心行的。所以在这个正见跟正思维这样子，我们从清净善知识、听闻正法、如理作义，那法随法行，就按照佛陀的教法去。那这个佛陀教法呢，以一切智跟五分法身为榜样来修八正道，就是这样子来做。所以这个八正道，它对我们来讲，从正见跟正思维这两个，让我们众生能够远离地狱恶鬼畜生乃至天的果报，我们不要去那些地方，我们去佛国。我跟我们讲得清楚了，去佛国的地方才有办法真正的听佛讲法。我们现在要听佛讲法，第一个就是你修到深深的禅定，或是到四禅吧，你可以见活菩萨，这个条件比较高一点。第二个就是你可以看经论啊，听法师讲，这是比较现实的。那法师讲要讲正确，经论你要选对，你看得懂了，你选的看不懂了，那进度就比较慢。所以在这个正见上面的建立完全要靠自己。那你有了这个正见跟正思维这样子的一个基础，你的日常生活中你就开始讲话做事情，这个就需要你自己去做调整。那这八正道第三个就叫正语。正语它就是说我们讲话要讲如实的，要讲有用的，不是在讲说赞叹这样就算了。赞叹的话你要如实的赞叹，赞叹的话你要对他有用的，是这样子。他真的有做这些事情，有这些善根，你来赞叹他。那如果他没有善根，你要随喜他善根也学习不来。所以这个正语的话，我们要有一个正确一个认知，还有对于这个他能不能入道，这个很重要。这种纯善的语言，让我们从一个慈悲心讲出来，然后引导众生入佛法，那这正语就好。那这正语一般来讲就是说我们能够鼓励那个众生来修学佛道。譬如说佛经里面就有一个故事，有一头黑牛，它身高力壮很有力，那它的主人就让它拉很多货物啊，到处去做生意。那有一次呢，他们在一个地方，就是很多商人休息的地方，休息嘛，总是会有些娱乐，他们就用牛来比赛，看谁的牛拉得比较重，拉得比较多，拉得比较远。啊，人家看他的牛很壮，就跟他讲，来比一比吧，你的牛来比一比，这是有赌博的那个赌金在，就来比啊，看谁赢这样子。那主人想说，我的牛这么壮，应该不会输吧？啊，就好好去参加去比了。结果这一比呢，人家的牛很用力的冲啊，大家喊的，嘶命的喊，大力喊，加油加油！啊，这个主人在那边看，看他的牛怎么，越来越没力气，拉了越来越不动了，拉输人家了，就很难过。
那很难过，回去了，那他所做生意赚来的钱，那时候输光了，很难过。那晚上啊，去牛栏里面喂牛啊，就跟牛讲：“你把我的财产都输光了，我赚的钱通通没了，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办？”真是的，然后在那难过。那牛就跟主人讲：“主人啊，明天哦再跟他们比。”那主人想说：“都没东西了，没财产，输光光了，还比什么？再比你也不会赢。”他说：“会了，你再跟他们比，赌输了就是我把我卖掉给他们。”那主人想：“好吧，那就再赌一次吧。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牛就说：“不，我有条件，你要答应我。”那主人讲说：“比赛还有条件，你要去给我买一些庄严回来，把我打扮得非常的庄严，威武有力的，让对方看得会威慑的，不敢瞧不起我的。然后在拉的时候，你要帮我加油，大声的加油，你不能静静在那边看啊。”啊，所以这个主人就照着牛的话，去把那牛装得非常的威武，很有威慑力。然后开始在赌的时候呢，他就在那喊加油加油。结果大家看他的牛，就是很多人都跟他一起喊，帮他的牛加油，就这样喊喊喊喊到最后，那头牛赢了，不止把他输掉的赢回来，又赢了一倍回来。那这个主人就很高兴。那佛经里面啊，这些故事呢，它好像看起来像是畜生的一个预言，可是它不是预言，它是真实的。那这些事情就是跟我们讲，我们讲话一定要如实的，而且要有用的，用纯善的语言来去鼓励他。然后我们对众生也是这样，那你有讲得很清楚，你都不给我鼓励，然后也不给我庄严，那我就这样一只牛这样光溜溜的去跟他比赛。因为他看那只牛看到对方也是打扮得很庄严啊，这是他没有啊，他就知道他的主人他不会是给他这方面的资助，他懂得要爱语，要他主人讲好话，讲如实的话。所以这个主人就按照这个牛的意思这样来做。那这个赠予哦，就像刚刚牛那个样子，它是适当的时候，而且是真实的，而且是有用的，而且是慈爱的。他虽然喊加油加油，可是他对那牛很关爱的，也很怕会失去他哦。所以这个几个因素，我们赠予要这样子，就是有用的，然后如实的。当然，就是不要说谎，不要我慢，也不要恶语，啊，也不要诽谤，那也不要绮语，更不要出声出气的，也不要讲些模棱两可的没有用的话。哦，所以这个正见、正思维跟正语，它就让我们开始，我们学佛之后所产生的一些看法，在日常生活中表达。因为如果一般人哦没有事的话，我不会没事去跟这个人称赞的，我不会没事去说这个人好话，一般不会。但是我们学佛的人，要修行的人，我们不是为了要讨他的好处去跟他说好话，我们是为了自己的正见，为了自己的正思维，为了让自己的心能够清净而去做这些事情，来去称赞他人，我们是发心出来的，啊，差别在这里。所以如果说你在听人家讲话，这个人有没有如实的讲话，看他在这个境界上所表达的如不如实，我们就会知道，这很容易分辨。这个人他有没有朝着佛法圣道上面来给我们做引导或是做建议，这都听得出来。就像佛陀他碰到那个
商人跟他讲，你有没有看过四体梵天？有没有看到第四天这个天王？佛陀说有。四体梵天会变成鬼的样子来，你看过吗？佛陀跟他讲，四体梵天的样子我看过，鬼变成四体梵天的样子我分得出来，因为四体梵天从他本行上因地上做的这些善事去升天的，所以他的样子独特的，别人不会有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正语这方面听人家讲话，我们可以听出这个人如不如实，那就是说我们本身在这应对上看众生这样子，我们本身也要这样子，要如实的好好的去跟他讲。那这是八正道里面的正见正语。那一般来讲，我们修行人的这个正语呢，大概都会比较局限一点，会有一些话题，譬如说我们讲一些少欲的啊，就是说饮食要质量啦，啊，因供要满足啦，啊，不要贪心这些话，要远离烦恼啦，要离开这个烦恼的束缚啊，都大概会有这些话题。那要精进啊，要持戒，然后要修定，要修慧，然后修解脱跟解脱之见，这五分法身。我们话题会绕着什么？绕着在圣道上这修习的一些精进的路上可以来提升的，所以我们就不会再去做一些善心杂话，不会去讲一些没有用的话，然后让自己觉得好像在时间太多了，再去晃一晃，花一点时间吧。我的时间太多了，我们去哪里杀杀时间，走一走，逛一逛，会变成这样子。所以这个正见、正思维跟正语，这让我们在这个为人处事上，它有一个比较庄严的一个表达，我们就不会去像那个演戏的，他为了博取大众的欢喜，所以会有一些比较戏论的语言。那修行人就不要，不要的原因在哪里？我们不需要那些种子啊。那今天就先等到这里，啊，祝大家平安吉祥，阿弥陀佛。
佛教智慧故事，耶奢密多园。老爷，妇人生了，是男孩。端正庄严，生就祥瑞之乡，是极有福德之人，难怪天降甘霖啊！不如取名叫耶奢密多。这是八功德水呀。八功德水？是啊，这种水具备八种殊胜：澄净、清冷、甘美、清软、润泽、安和、除饥渴、长养诸根。此子日后定会出家，证得阿罗汉果。耶奢密多在八功德水的滋养及长者夫妇的爱护下，一天天长大，成为人见人爱的俊美青年。佛陀，我愿抛弃世间所有，皈依佛陀，跟随您出家修行，证得道果。善来比丘，须发自落，发福助身。出家后的耶奢比丘精进不懈，对于佛陀的教诲信受奉行，不久即证得阿罗汉果，不仅具足三明六通，亦得八种解脱，诸天天人及世人无不对其敬仰赞叹。世尊，耶奢比丘过去生究竟修了什么样的福报？今生一出世便天降甘霖，口中自然生出八功德水，不需他人哺乳，又能得遇世尊随佛出家，证得道果。过去贤劫中，迦摄佛住世，于波罗奈国度脱无量众生。说吧。师父，那位老施主已经变卖所有财产，做供佛之资。是吗？他已经跪了三天三夜了。出家后的老比丘却不用心思维世间无常之理，反而懒散懈怠。不久后老比丘重病缠身，医生告知需以酥酪为药，病方可好转。好热，水
师父，这都是弟子不够精进、懒散懈怠的果报啊！师父救救我吧！你的情况就像是恶鬼道的众生所受的苦，非仰仗大功德力是无法解脱的。你现在快取我瓶中的水，供养清净僧众。师尊，我现在碰到这样的灾厄，死后恐怕会堕入恶鬼道中，唯愿师尊慈悲哀悯，为我开示消此灾难。现在的你唯有以净水供养僧众，仰仗清净供养功德力，才能脱离堕落恶鬼道的果报。老比丘听完佛陀的开示，心开意解，信受奉行，从此以后不再偷懒。每天以净水供养比丘大众，及至命中从未懈怠。啊！因为这样清净的供养功德，生生世世口中常有清净八功德水满足所需，直到今生有因缘随我出家修行，正得道果。当时的老比丘就是现在的耶奢密多，诸比丘闻佛所说，皆信受教诲，欢喜奉行。水有八种功德，分别有八种表意，所以供水因缘十分吉祥。一、清凉表意，持戒清净；二、味甘表意，胜味，得享百味食；三、轻柔表意，身心堪忍壮健；四、至软表意，意念畅顺；五、清澈表意，意念清明；六、无嗅表意，净除罪障；七、一喉表意，音声和雅，成就妙语；八、养胃表意，身不生疾，康健无病。